昨日我不是在讲新闻吗？有位阿公安尼，存存卡藏起过百万的现金，过两栋楼啊，结果厝里安尼某囝、诶某、翁仔某安尼晒，安尼身躯歹甲安尼，规组歹了了安尼，安尼规身躯过甲太高二楼，身躯来阿渣甲要死啊！伊甘愿钱了用，啊人了艰苦嘞，做人莫安尼啦，好好好，好拜拜，有拜拜，我你食到一口嘴啊，你熟过啦？喂，嗯，阿华林。你好，阿玲你好，你好，我上边大家好，好，我来介绍这个叫高考的音乐，好大好音乐，音乐啊，我为的他家呀，苦苦呼吸，有路呀，高。阿五啊，哎呦，较好较手的啦，阿恁遮高数，我无较早吼，咱会去提无呢。阿彩啊，哈，阿兔死啊，你知影？哈，那遐紧？啊，多好人，什么去健康检查吼？啊，检查结果什么肺癌呐？哈，肺癌哦。哎呦，我著甲伊讲，咱人若身体好好就好，都唔免啥物咧检查，迄无检无查，愈检愈差啦。对，啊，较早啊，较早，较早，较早哈，食较清淡的吼，对啦，运动有够，身体就有用啦。啊，当隔壁迄个木火有无？嘿，讲喙齿疼啦，三顿拢袂食呢。哈，较早啊，啊，人叫讲你着先生看麦啦，一去检查讲哦，肺癌呢，啥呀？无火啊！啊，前几暝哦，一礼拜了都跳起来死啊啦！死啊！哈啦！哎呦，那会这紧？啊，伊有讲当时要出山。讲哦，今日要出山，啊，你要去无？无，伊也要放贴啊我。啊，有影就对啊。无安尼啦，咱都已经知影吼，有熟识嘛，无去嘛，歹势。你要去才甲我招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再甲你招啦。来，你这位哦，也袂少几个蛋蛋位哦。大概想讲吼，那我这个日本进口的这个轻费用看完吼，到底是爱开咱几万块？免烦恼，吼免几万块。今仔大家来参加咱这健康基金哦，绝对互你好赚。咱这款吼，这款日本进口的轻费用看完，本来咱原价是6000块，哦，为着感谢大家来参加咱这个基金，我一个人剩你2000块吼。另外就是讲，你买两罐加一罐，加的是加赚。也是在底下底。钓鱼啊，安尼一直钓鱼，一直钓鱼吼。这个时阵呢，你睏无够，吼，你火气就会大。火气大安怎呢？会嘴破，会嘴臭，吼。过来呢，嘴破嘛，啊，规身躯安尼软飕飕，腰酸背痛吼。啊，你就感觉讲啊，逐工咧便秘安尼拢放袂出来。这个时阵，请大家就爱注意，这可能就是咱肝炎的镜头，吼，咱肝炎的镜头。咱讲安怎？咱肝若是好。好啦，这三条，这三条，我先讲过，哈。这款七百块，好，这款七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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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七百块，好
走。啊，物件买着就好啊，还搁等是要等啥啦？哎呦，你婿吼真厉害哦，人一摆送一罐安尼呢，哦，啊你刚摕到两罐啦，你呀、啊？啊，我都甲伊讲，我规礼拜拢逐工来报道，伊家己送我的啊。啊，你又无讲买物件？我猜我猜，刚摕两罐，敢袂歹势？但是有啥物通歹势啦？是伊家己讲讲无买嘛，无要紧。我就是听到讲有通我送物件吼，哦哟，我无咧食饱伤闲，搁七早八早起咧斗老力。哇，你这人真现实啦！为着贪啊一罐洗发精哦。哎呦，迄都毋是安尼讲啊，因为我无破病咧食药啊，创啥啦？这你都唔捌啦。咱年岁一个身体爱顾爱保养啦，知影无？哈，要无到时若久落是要安怎？袂啦，我都有在运动，久常常拢去咧买菜买哪会久？哦，你这人是真天气呢，哈。好啊，叫你讲用着身体安尼提卫生纸出来开，你都提袂出来啦，哈！啊，你毋是咧甲我讲，讲遐疼，遮疼，半暝啊，拢起来放尿，放几落摆。哎呦，迄老大人的毛病加减嘛有煞无？讲迄无的，迄就是你身体哩歹，你虚啊啦，你知影？我吼买一套药啊，啊，搁一半滴，我才摕来互你吃。无咯，唔通啦！哎呦，当迄药啊，安尼贵三三，哪有人讲互请咧请食药？哎呦，咱是好朋友呢，食药你阿妈当作苦，甲当作食补。无啦，唔是，我是讲歹势啦，迄安尼，你家己食就好。哎呦，你若讲安尼啦，我无安尼啦，好啦，既然你若安尼讲吼，我就无客气啦。啊，我厝啊，佫有两斤竹笋还袂滚，我再拿来互你滚啦。啊，你买三百，都无咧换物件讲诶。是啦，姊妹啊，大家有来有去，你若安尼讲，安尼讲就影。对不？你请我吃饱，啊，我请你退货啊。在这啦！哎呦！其实哦，像你婆婆年纪这么大的话，我帮她这边规划，就是说，如果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，如果住院的话，每天的那个津贴是1000块。我还想要拍死你，是给我藏下倒啦！边啊，迄第二套你找看卖啦。对，然后手术费就另外赔偿。那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很讲得很清楚。你有吹掉不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寿险的部分是怎么样？寿险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他以后如果年纪大或是意外，然后过世的话，理赔金是100万。100万哦。对对对。可是我觉得这样保费有点贵。会吗？人年纪大的本来保费就比较高啊。而且你想想看，如果万一他遇到像中风这种重大疾病的话，对你家人来说会是很大的负担。嗯。对不对？对啊，买这个保险是买保障嘛。那我再跟我先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啊，那我再考虑一下。妈，我还没改善哦。好了，那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。那我看怎么样，我再跟你说。那这资料您就留着哈。我留着，那我再跟你联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你。那个保费的部分哦，你们去看看啊，看能不能便宜一点。要请先生啊，要改请啊，好，改请啊。唉。啊！等时啊，那透早就拖大亏，人呐，吃老就无效啦。啊，未死的哦，阮新妇就叫伊个保险公司的人来咧甲我算账，看我若死价值偌济啦。哎呀，总共咱吃老就无价值啦啦。啊，剩一寡的保险金哦，予遐囝孙啊，滴哩安尼啊啦。就是安尼吼，愈想愈郁卒嘞。哎呦，免郁卒啦，拍歹强身体哦，毋是咱家己艰苦啦，人啥物同情，啥人要甲咱看伊啊？想甲几日，想甲几日啦。
伊是讲我提伊后，你才有效无效？我知。啊，都有当时啊，敢那有效，有当时啊，都敢那无。哎，迄药爱食长期的啦。哈，长期的。对啦。哦，迄药安尼贵酸酸，咧食长期的啊，有法度。你就是安尼哦。啊，对啊，头家娘，迄葡萄一斤偌济？100。哈，100哦。哦，我袂输敢那咧剥酸椒的。头家娘啊，啊，这你个几偌济啊？200。200。哎，这三条甲我包起来吼。嗯嗯嗯。哎，头家娘啊。啊。这150的，我哪甲我包起来啦？哦，先甲你包。哎呀，阿孙嘞啊，啊乖啊吼，阿妈足忝的，吼阿妈小眠一下吼，啊你家己乖乖耍，阿妈小。睏一死死啊，就好啊！你稍等才甲我叫哈，互我眠一下。哎呀，啊！啊！哎呦，小花，你是咧叫啥啦？是毋是送甲细来？我歇睏一下，安尼大咧安尼喊大细声，哎呦！是啦，要来改衫裳啦。好啦好啦好啦，莫再叫我啦，我入去就出去啊！哎呦，哎，实在有老歹命，连我咧要休一下都无时间通休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啦来啊啦，来来来，阿妈过来。哎呦，开这大条哦！哦，这要来甲算看卖嘞，咱就是开偌济？穿衫。不完了。好，来来来来，玻璃玻璃杯，我从葡萄一只，阿妈从葡萄一只吼。哎呦，你出去了啰嗦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哈，哦，这葡萄假丁嘞，不假好吃。嗯，那是钱的丁啦，一150嘞了，够唔好吃啊？赶快吃啊！阿妈。啊，不过那只贵，150，到时咧偌贵，一半摆啊，互人贵一下嘛，应该。当然也毋是逐工得吃啊。喂。啊？啊，这新的洗发精啥牌啊？哦，这歹用，洗也袂清气啊，哎，头皮拢洗拢干，你看哎，头皮屑愈洗愈侪啊。我不知道，那不是我买的。嗯，有通洗就好啊啦，免钱的，搁遐熬夜。
啊，洗发精也要免钱。迄拄我下早时去听人迄卖药的吼，伊伫咧广告啊，爱送的嘛。妈，啊你人若无爽快，你爱去互医生看啊，啊哪会使家己去互白买药啊吃？嗯，我都无咧戆，搁咧乌白买药啊吃。迄是伊送的，啊人送的就懵懵啊用啊。而且哦，伊搁送我几啊罐迄落洗衫膏呢，迄若带菜市买，一罐才100元呢。妈，这洗衫巾嘛是用送的哦。嘿啊，啊是安那，佫歹洗了。无啦无啦，正好用。啊，你怎么全身都湿？哎，对，那个保险有打电话来哦，你看一下到底决定怎么样？啊，对对对，是。哦。来。叶阿妈。我想讲要来替你买一个保险，啊，不过吼，因为讲你这个年纪较大，啊，保险公司讲吼，咱爱先去做健康检查，啊，想讲等你也毋捌去用看过，无咱来用检查一下。哎呦，免啦，无代无时咧买啥物保险，买保险就买死的才有效啦。啊，像较早恁阿爸因朋友啊来咧招保险，人阮拢嘛有甲对，迄保险费立立的吼，这尾也无够钱，讲要少欠，讲保险费袂欠的。讲无爱要甲讨钱，我也袂讨的啦。迄吼加立加了的啦，无彩钱。袂啦，妈，咱吼买甲无买拢袂要紧啦，好无？来，互检查一下啦。你毋是听讲你才疼遐疼？啊，加减疼一半呀，煞袂免啦。迄无检查，吼无发现毛病，检查落到第毛病就走出来。像阿土伯人好好啦，一日去健康检查，就发现啥物咧生肺癌啦。啊，讲爱开刀，开刀还袂半年就死啊啦！啊，他像即马倒搭土底迄份，永远拢嘛爬袂起来。妈，你着去检查一下嘛。啊，免啦。检查，迄结果是互恁加领几百万啊，迄个保险费啊，尔。妈，阮毋是即个意思啦。啊，爬起来啦。哎呀，我是讲吼，咱来迄落抽一个花啊，留一个遐声，安尼尔。哈，要留遐哈？哦，意思你讲爱抽花，佮抽花我怎咧变现呢？抽落就真实啊，有。小花，开门啦，较紧的啦，开一下门的啦。歹势啦，我有早说是你甲你讲笑，安尼你啊，我来做你岳父的，嗯呀。哎呦，夭寿哦，安那安尼啦。哎呦，我找你找到安尼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！你头拄仔赶紧要转去哦，人真济啊，啊这菜篮拢差不多，雄雄拖唔到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歹势。啊，赵姐嘛，哈，啊那鸡鸣砖条，愈老愈青春哦。哎呦，头，这不是条啊啦，啊都红芽吼，但是我食迄个排毒的啦，啊这体内有毒素吼，拢会逼出来，即马拢排位外口出来，这不是条啊啦。对对对，阿五姐嘛吼，来介绍也唔通去再食啦。我昨吼看闺蜜拢正起来呢，因囝吼还在吵病呢，所以药唔通去再食啦。无可能啦，无同啦。我这药吼足贵的，这一罐1000多块呢，迄食落到底来安尼，莫别人讲啦。这啊无你买你的菜啦吼，我好来转啊哈。啊你买。啊出去嘛啊，我的菜呢？哎呦，我袂记的啦。歹势。啊安尼你豆豆咩哈？啊我要做咩啊？哇，等你是看有啊，看无啦，带真几包。妈，这药顶挂拢无写成分，这一定是假的啦。哎呦，你安尼乌白讲，啥物无写成分？人这顶挂有写 ABS， 这是政府发的，就是大纸呢。妈，迄是 CS， 迄是袂滴卖的啦。对，啊，你用骗去啊，这药也袂吃你啦。
那安尼这济药也是要安怎啦？这一罐拢几千块的呢，贵三三的，菠菜人的面，啊无安尼啦，都小花在感冒，给小花吃啦。不，袂使啦，妈，这物件淡掉啦。你看你面，你看你这粒啊，一定有问题的啦。我明仔带你去给医生检查。无爱啦，人也无安怎，常常要叫人检查，迄若检查落去，一定叫我住病院啦。迄无病检查才有病，我安尼空回膝头一大摊，哪有时间通我去啦？你看卖，迄人拢在看呢。妈，即摆有健保看病真俗啦。健保，我才唔嘞。哎呦，无简单哦！我去年规年岁迄落做啥，健保卡吼，拢总无转去啦，有通我参加去领奖的。哎呦，妈，你骂你好不啦？是你骂安尼，唔是我骂安尼，你骂吵啦！我讲我去就是我去啊。妈。哎呦，这样别别。三次，然后三餐饭后吃。好好，谢谢哈。妈，嗯，啊，伊这吼，回去吼，你咧大哥去包先吃，吼，暗时先吃，啊，后摆三顿啊，才三顿吃。我知啦，哎呦，足恐怖！你一摆吼，迄血抽到遐尼多，我即嘛唔知得去吃偌济物件，遐血才补会转来呢。没啦，妈，啊，伊嘛才甲你抽五四四尔。哎呦，五四四都吃些啊，过年呢啊。有讲我有生癌无？无啦，妈，你想伤济啊啦，要哪有啥物癌？无哦，无啦，无啦。安尼我知，我一定是贫血，最近常常拢头壳戆呢。袂啦，要哪有贫血？你就是伤晚睏只。安尼哦，不过我买冬粉嘛拢会酸，伊敢是买水有问题？无啦。请你呀，保重。